诸位同学，请看《菩萨问名品》寄送第七首看起。众报随业生，如梦不真实，念念常灭坏，如前后一耳。这个四句偈，前面两句空观，后面两句无常观。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后一句就是第七首偈，略显二观呐。上半呢名空观，报从业生，业生如梦从思起，不识故空。下半呢名无常观。这由上不识故，念念无常。前即过去，这个前是前念，前念一刹那就过去了，是一灭四现。列后现为，现是现在，为是未来，当灭不数啊！跟这个过去的这个。道理是完全相同啊，这个意思不难懂啊。可是这一首偈对我们凡夫来说呢，关系太大了啊，这是要讲到因缘果报啊！众报前面我们讨论过，六道众生的果报有两大类啊，就这个业。这个众报随业生呢，六道里面你要到哪一道去受报啊？有天有人，有畜生，有恶鬼，有地狱，你到哪一道去受报？那么这是引业，引是引导你到哪一道。善业生三善道，恶业呢生三恶道啊。这个业是过去世所造作的啊，那么这一世所造作的呢，那是来世引导你到哪一道啊。所以佛在经上跟我们说，欲知今世果，他欲知前世因呢，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这一生所受的就是受的是果报吗？果必有因吗？欲知来世果，
今生做这事啊，那我们要想，我们来一世啊，我们的果报啊，如何呢？那你就得想想你这一生所造的啊，这一生当中对人、对事、对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是与善相应，还是与恶相应？啊，与善相应有多少？与恶相应有多少？这就知道了。啊，用不着去问人呢。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真理呀，这个才是事实啊。啊，那么这是我们要想祈求好的果报。三界六道总是无常的，这佛在经上讲啊，无常苦空啊，啊，这讲六道，实实在在的，啊，天寿命长一点。啊，长一点也不能永恒保持啊。我们在讲席里面跟诸位说过啊，啊，我们人寿百岁，就是很长了。啊，诸位有没有看过水面上啊，有一种小虫啊，在水面上行走，啊，叫浮游。中国人叫浮游。浮游的寿命啊，只有几个小时，朝生暮死啊，它也是一生呐。那浮游看人的寿命呢？实在讲他不知道啊，他要晓得人的寿命七八十年、一百年，那么长的寿命，就正像我们人啊，我们人的寿命算一百年吧，啊，一百岁吧，我们看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实在讲呢，就是浮游看人生一样。我们人生这个五六十岁过世了，那就像欲界天；啊，七八十岁呢，那就像这个色界天；一百岁呀，就好像是无色界天。时间是假的呀，不是真的呀。啊，那么这个实在讲呢，佛说的对呀，是一个抽象啊、错误的概念，哪里是真的呢？啊，那么这是我们讲引业，啊，引导六道超越不容易。啊，三善道啊，要修十善业。啊，上品十善升天呐，中品十善人道啊，下品十善呢？修罗啊，修罗有天阿修罗，
福报大了。为什么他是下品食神？佛比人间大得多，大得太多了，我人没法子跟他比啊。这就知道他过去生中修了大福报啊。为什么变成修罗呢？傲慢的习气太重，好胜的习气太重，不懂得谦虚礼让，修大福报，这就变成阿修罗啊！阿修罗的福报真的就是享一世，享完之后啊，都是堕三恶道的，保不住啊！所以这就不如人了。人要好好的修啊，人能保住人身，人能向天道啊去上升。所以人道是中平是善的。可是现在这个时代，没有圣贤人教诲，那么现代人普遍有个错误观念，崇尚科学，对于圣贤传统的教诲，我们说的好听一点是疏忽了，说的不好听一点呢，抛弃了啊。认为这个东西是落伍的，这些东西不切合实际啊。甚至于还有人说这些东西是过去专制帝王统治人民一种手段。这个误会太大太大了所以把圣贤教诲这个传统教学统统抛弃了西方人不再相信宗教了宗教经典里面教学也都是劝人远离邪恶认真修善啊，没有叫你做坏事的即使是过去专制时代的帝王，他们教化众生，我们细细看看这些留下来的这些典籍，也都是劝人行善所以他有那么大的福报，他能够传十几代二十几代，他能够享国几百年。我们世间人谚语常说富不过三代呀那是什么呢？修的福报不大了。凡是做帝王的他不止三代呀。他那个富贵是人间第一了。所谓是贵为天子，富有四海
啊，那么他在做帝王的时候，他修不修福呢？修福。啊，古时候中国帝王，我想外国也不例外。啊，中国有圣人教诲。啊，汉武帝。制定了国家的教育政策，啊，采取孔孟学说作为教学的主流主导，这一个教育政策制定之后，一直到满清没改变。朝朝代代都遵守，中国大的学派儒释道三家，小的是诸子百家了。啊，大小学派合起来也有几十家之多啊。为什么他们都能够崇尚儒家，遵从孔孟，什么个道理嘛？啊，孔孟教的是什么？孔孟是传统的，是这个古圣先贤传统的教诲，伦常大道啊！啊，你能说他错吗？啊，这是专制时代的时候来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吗？那我们今天不要了，伦常不要了，伦常不要变成什么社会呢？父不父，子不子，家庭破碎了。啊，可是古时候那个社会淳朴的风气我们没见到，也没听人说过，所以在今天这种乱世的时候也就麻木了，啊，习惯了，不知道反省。啊，当然也有不少啊善心人士，啊，我们称他为至思仁人，有心在研究，在探讨社会这个动乱腐化的因素，想方设法来挽救。这种人有不少啊，可是怎么样，找不到方法了。啊，英国汤恩比博士虽然跟大家说了孔孟学说大乘佛法能解决问题，啊，孔孟学说是什么不知道，大乘佛法是什么也不知道，还是找不到。啊，遇到一些汉学家佛学家都讲那些高深的理论，不切合实际，啊，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深思远虑的。
我们追溯到儒学的根本啊，在中国典籍里面有记载的，尧舜啊，这个文字就很可靠了啊，记载的。尧舜距离我们现在有4500多年了，啊，那个时候我们现在人称为他们是部落的时代啊，啊，中国这么大的幅员，国家太多太多了，是大国百里啊，小国50里、30里啊，30-50里就是现在一个村镇了，哎，这是一个部落，在那个时候是个国家了。所以周朝时代，这个历史上记载800诸侯。啊，就800多个小国啊，那个地区呢，就是黄河流域跟长江流域啊，800多诸侯啊，他们的疆域啊，国家的这个疆域啊，能够有现在啊3-4个县、5-6个县。那是大国了啊，小国确实就是现在的一个乡镇啊。那么他们也有政府啊，政府里面也有设的这个职位啊。尧舜是为司徒管教育啊，中国人对于教育非常重视啊。啊，那么尧舜之前，这种教育已经就存在了。啊，只是没有记载。啊，教的什么东西呢？五伦五常。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父父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叫这五样东西啊，这伦常大道啊。我们想想看，这个关系不是人建立的，不是人发明的，是自然的。啊，普遍也存在许多动物界里头啊。我们看到蚂蚁是群居。啊，他也有王啊，也有后啊，他有分工合作啊。啊，你再看蜜蜂，动物里头都有。啊，野兽里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影片里面的，常常看到动物器官。啊，有没有？有啊，野马都有个带头的啊，有个头目啊，那就是他的王啊。啊，野鹿那个鹿群里头也有啊，你细细去观察
这是什么？自自然然的道嘛。所以叫大道，大道就是自然的，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五种关系是自然的，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既然有这种自然的关系呢，你一定要认清楚，你一定要随顺自然，所以自然是道啊，随顺自然就得，君人臣忠，这是德；父慈子孝，这是德。夫义妇听，道啊，道德；兄友弟恭啊，朋友有信啊，基本的道德。所以中国的教育，简单讲是道德的教育。我们今天要回归到道德的教育，这个社会才有救啊。以后这个学术的发展越发展越丰富，那是什么呢？那个道德基础已经坚固了，有余力则学文呢。不断的提升精神生活跟物质生活。中国人聪明，现在外国人承认，我是在1982年。沈家珍居士邀请我到纽约去讲经。有一天我去的时候，他请我吃饭。那么在一起吃饭，当时有几位美国人，在一起。他们开玩笑了，问我。我是初到美国。他们说，都是现在西方人呢，对中国人认识比过去深刻的多了。承认中国人有智慧，中国人聪明。世界上这些族群，说一个一个的来比，中国人第一。那就是外国人肯定的，他是两个两个比呢，犹太人第一，是三个三个比日本人第一。这就说明你们是很聪明可是你们都是自私自利，不团结。所以在这个社会上跟别人竞争困难争不过别人一个一个你很厉害团体跟团体你就不行了，比不上别人了。所以他问我，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那个口吻都是有一点讽刺的口吻，并不是尊重你那我也用开玩笑的口吻就回答他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天主教徒所以我说这是上帝安排的
我这个话说出来，他很惊讶。啊，没有想到我这样答复他。啊，接着他就怀疑了。啊，上帝安排的，我就告诉他，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中国人要团结起来，你们还有饭吃吗？啊，他就笑起来了，这一笑了之啊，很值得我们反省呢。啊，中国人团不团结呢？古时候团结，团结这个名词，中国词汇里头没有。为什么呢？武人的社会就是团结的社会。啊，古代这个家庭呢，都是大家庭，几代同堂啊。啊，这个家庭啊，二三十个人，三四十个人，是很平常的小家庭啊，不，人口不算太多，不算很兴旺啊。啊，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啊，通常一般的说，一般家庭绝大多数的二三百人。啊，诸位看过中国章回小说《红楼梦》？那就是一个家族啊，家庭啊，你看看上上下下多少人，两三百人呢。啊，中国历史上记载的，家族兴旺的，人丁兴旺的，有1000多人。啊，所以儒家大学里面讲啊，修身齐家了，齐家就能治国。家庭里面有组织，有分工啊，就跟政府组织一样啊。啊，家长是个家的领导人，啊，他家里面一定有管人事的，有管家规的，啊，那就像法官一样，有管财务的，啊，有田地一定有管专门管耕种的，啊，这个亲朋好友，这个都多，亲戚也多啊，有管交际的，就像现在外交啊，也得分很多部门呐、啊。这家组织，所以你能够治家就能治国，啊，家齐而后国治啊。所以如果不能够啊，没有规矩，不懂得断恶修善啊，人与人之间不懂得礼让，那你的家一定就乱了。你看现在我们家小家庭啊，夫妻两个都不和啊，这在古代时候没有这种现象。古代时候哪有两个人家庭，没有这个道理的。啊，至少有三代同堂。啊，四代五代是很平常的。啊，清朝乾隆时候7代同堂。啊，佛报大。修的点
所以圣贤的教诲就是叫我们要随顺自然的法则，随顺自然的运作，这就是道德。道德是善的呀，违背了道德了，那就你作恶了，造罪业了。啊，造罪业那个果报，恶报，反常啊！啊，所以今天你要不去读古书，啊，不去研究这一些典籍，你对于过去的社会你就一无所知啊。啊，那我们了解过去社会有什么好处呢？了解过去社会啊，那就是一面镜子，历史的镜子。啊，眼前许许多多事情放在这，我们知道怎样解决。为什么呢？历史有前例啊，过去社会有过这么个问题，你看他用什么方法解决啊，这叫史实啊。啊，道德是学问啊，有学问啊，有史实。什么样困难问题你都有能力解决。啊，而且这个解决是非常圆满，非常妥善。化险为夷。那么现在这个时代，没有这种智慧的人，没有这种见识的人，原因在哪里？不读书之故。啊，这个不读书是不读圣贤书啊。啊，不去认真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主要就是要汲取从前人的经验啊，那帮助我们解决现代的社会问题啊，无疑不是因果。啊，同学们刚刚给我在这个电脑里面呢有一段消息啊，他们揭露出来给我看啊，这个标题是什么呢？富不过三代。现代社会就八成的富豪20年之后啊他就保不住了，一代都保不住啊！啊，这个里面讯息里头报道的是全世界啊，这个豪富啊，排列在400位。啊，400个大豪富啊，就世界有名的超级豪富啊。啊，报道里面预料的有80%，80%啊，4×320啊，保不住。啊，20年之后啊，
恐怕他们都不存在了。这不叫好福。中国人称好福至少要保三代。三代保不住的，这怎么能称为富有呢？要怎样才能保住呢？要读书，要积德。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你们家道富贵才能保持啊！不读书，不积德，不行善，决定保不了三代。现代这个社会，哪里说三代？现在讲的是三十年，你能不能保得住三十年？你能不能保得住五十年？对，兴旺兴得很快，倒闭也很快。破产了，真的叫昙花一现了。我们细心观察这个社会，我们很幸运。这一生当中啊，遇到圣贤教诲，遇到大乘佛法，汤恩比所说的孔孟学说大乘佛法，我们遇到了，遇到之后啊，遇到之后，这遇到这是第一个。因缘你接触到了，遇到之后你信不信呢？信了之后啊，你能不能理解呢？理解之后啊，你能不能依教奉行呢？一层一层的淘汰啊，淘汰到最后啊，没剩几个人。一教奉行到最后真的能证得，这个证得就是我们今天讲成就。学儒最小的成就，君子啊，就好像我们读书啊，拿到学位是成就啊。君子就是学士学位。贤人好像硕士学位，圣人是博士学位。这个佛家讲正果是这么个意思。在大乘教里面，最低的学位阿罗汉。第二个学位菩萨，最高的学位佛陀，佛陀好比是博士，菩萨好比硕士，阿罗汉是学士，三个学位也，所以佛法诸位一定要懂得，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教里面的学位。所以
人人都能成佛，只要你好好的去读。啊，佛不是神，佛不是上帝，啊，上帝只有一个，不能有很多，佛可以有很多。啊，就好比你读书，这个博士学，拿博士学位的人很多。啊，这些道理一定要懂得。啊，学位的名称呢？啊，那学什么东西才能拿到这个学位呢？佛法里面说得很清楚。啊，我们今天之所以变成凡夫，搞六道轮回，苦不堪言呐！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佛跟我们讲的，这个堕落是由于烦恼习气啊，堕落在这个里头无力自拔了啊，烦恼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啊，那么这些都是佛学名词。华严经上没有用这个三个说法，华严经上讲妄想分别执着，我们比较好懂啊，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分别就是尘沙烦恼，妄想就是无明烦恼，这都要搞清楚的啊。那么你如果是把这个见思烦恼，就是对一切法、一切人事物、一切法不再执着了，那个执着的念头断掉了，这个人就叫做阿罗汉。啊，我们在这里不能够细说，细说几个小时讲不完。啊，那更进一步呢，我们对于一切法、一切人事物分别的念头没有了，那你就是菩萨了，菩萨心平等了。啊，那最高的时候妄想没有了，就是无明没有了，那什么呢？不起心，不动念，于一切法，于一切人事物啊，纵然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接触频繁，实际上呢，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就是佛，佛的境界了啊。大乘教里面所说的，你就是以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吧，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啊，说跟不说，他都没有起心动念。这个境界我们无法想象的，这不可思议啊。啊，化身菩萨，听佛讲经，听而无听，无听而听。这个叫证得法性啊。啊，那么用禅宗的话来讲呢，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是博士学位啊。啊，佛把他自己生生世世修行正果啊，把他这个经验说出来，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啊，这真正是慈悲啊，教导我们，
我们有没有成就呢？那要看自己功夫，就是说你自己能不能信，能不能解啊？能信能解，这是第一步，这是学啊。学了之后你要去做到，做到是行，把你所学的东西、落实在你生活当中。如果你所学的跟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不相干，那这种学问是空的，这叫玄学，所学非所用啊！啊，实际上用不上啊，那就错了。圣人的这个学问呢，实学，学了马上就用上。啊，立竿见影，啊，立刻就收到效果。啊，从哪里学习呢？从日常生活当中学习。你首先要落实在生活里头。啊，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慈子孝，就落实了。做父亲慈落实了，做儿子的孝落实了。啊，做先生的义落实了，做太太的听落实了。啊，做兄长的友爱落实了，啊，做弟弟的恭敬落实了，落实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之中，这是圣学。啊，一家人和睦啊。那一家人自然团结，那所以不必这个团结两个字用不上了，啊，所以五伦就是团结的，啊，家团结，家族团结，啊，离开了家之外就是社会，就是国家，社会团结，国家团结。天下一团和睦啊！啊，我们讲习里都常讲啊，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啊，这是圣学。真实的学问决定不是假的，那现前的生活快乐儒家所讲的不亦乐乎不亦乐乎啊，独居不亦乐乎，跟大众在一起相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常生欢喜心。佛法里面讲呢，法喜充满啊，那个世界是什么叫极乐世界啊？哪里像现在的人，现在人是苦不堪言的，连个安全感都没有，你说可怜不可怜啊？现在这个社会，不论是这个富贵贫贱都没有安全感了啊，所以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性，有一天的时间读一天圣贤书，学一天圣贤之道啊，依教奉行，
提升自己的智慧，提升自己的德行，提升自己的境界，我们这一天没有空过。哦，天天提升呢，快乐无比啊。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